已经穿起了，穿起来了，考出来了吗？对，用鼻子呼吸，用鼻子呼吸，不要用嘴巴呼吸。难道说真的下去了？那数得很清楚。在啥路上呀？哎，油轮校区，我头好疼啊！哪个校区啊？明伦。说错了。明伦校区。说错，认知混乱，认知错。他这是运动意识不清晰了。他说啥？透的。明伦校区是在哪个路上？嗯、我只知道有龙子湖校区、哦。对对对。对呀、啊，龙子湖校区。你这明伦校区是在哪个路上呀？我不知道，郑州。你在哪儿？是在宿舍吗？嗯。宿舍问一下室友吗？室友肯定有。没有。问一下室友位置。嗯。不要用嘴巴呼吸，不要用嘴巴呼吸，用鼻子呼吸。你用嘴巴呼吸，一会儿越来越难受。平静一点，深呼吸，平静一点。问一下你同学，问一下宿舍室友，看学校是在哪儿啊？郑州，复旦大学，校友，不说。头好疼啊！你看你宿舍有室友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嗯，那你看一下你的微信位置。郑州。看一下微信位置。你是不是录音了？啊，没有没有。别乱录音，不录音，不录音，不录音。你让他那，你说一声。好好。不要用嘴巴呼吸，同志。你的意识是比较清楚，他说的应该都是信息比较。哎，他俩呼吸好了没？对，他这有点头疼啊，不带劲。可以说王队友吗？什么地铁站？我没有。我没有什么地铁站，我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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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静一点，用鼻子深呼吸。好，用他说批不了。说现在串菜的需要一个小程序。什么路？啊，就是那个小程序吗？明苑北路吗？说不清楚，明苑。声音大一点，都听不到。对着话筒，声音大一点。你刚才不说地铁站吗？哪个地铁站呀？啊，同志。什么？文苑北路是吗？文苑北路。文苑北路是吗？文苑。文苑北路是还是不是？文苑。是什么？是文苑北路吗？哇！你能听到我说话不能？你能听到我说话不能？是不是文苑北路？你微信打开看到位置了没有？同志，请你配合我好不好？你这样咋能找到你啊？你一直是不配合，你一直在那儿，这都上大学也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了，是不是啊？
你平静，平静一下，平静一下，深呼吸，平静一下，不要用鼻子在那儿，不要用嘴巴在那儿呼吸，用鼻子呼吸。你打开微信看到位置了没？这会儿没那什么。你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？这会儿应该没意思。喂，你能听到我说话不能？你咋没音了？你在哪？你看到你微信看到你的位置了没？头顶。没有，那你会微信发位置不会？我加你微信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不可以？加你微信发位置可不可以？同志，我可不可以？你说话呀，你可不可以？你也没啥事儿啊，我感觉你咋回事儿啊？你咋老是不说话了呀？啊？我加你微信，你同意一下给我发位置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你能听到我说话不能呀？啊？哎，没意思。你在那干嘛呢？这是乌拉乌拉的。你能听到我说话不能？你能不能听到我说话？可以听到我说话吗？